凯说一抽关羽就高潮了，对不对？请注意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抽卡了。有看到我的标题写什么？啊，我时光台的标题写什么？有人可以帮我附送一下吗？我时光台的标题。有人可以帮我附送一下吗？帮我写在上面。现在有54900位的观众，加上这个23900位的观众。好、哦，有人可以帮我附送吗？抽冠军抽不到，我就不打地狱。Terry 都说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 ？Terry 都说了，他也知道了。对 ，YouTube 那边有啊，你自己看。Terry 说的，抽不到就不打地狱了。对，抽不到就不打地狱了。说到做到，我不会因为了要打地狱，我就说到做不到。来吧，阿凯说可以直接抽了，千万不要抽错三国豪杰，第一抽，关心地公看不咧保庇无，我唔知道，我该是做委员的啦，我跟他是很有缘分的，来吧。一抽，大哥，大哥要先来，对我了解，大哥要先来，对对对，这合理，这合理。按照这个辈分，大哥要先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对不起。准备来了。大哥啊，二哥啊，不是我喊大哥，不是叫你再来一次啊，不是、啊、我喊说大哥不是叫你再来一次、啊，好，等一下我再重喊一次，二哥啊，一波七再说了，二哥，光二哥。曹操，我有说过我要曹操啊，我懂了。两，一个是枭雄，一个是那个能臣，能臣跟枭雄。对，曹操，你各位可能不晓得这个故事啊。曹操当初有没有收关？哎，那个关羽有没有败走？他把他收纳为旗下，他对关羽很好啊，好到一个不行啊。我讲重点就好到一个不行啊。真的，因为曹操也是很重人才的，跟我一样，欸、跟我一样、欸，我很重视人才，对，尤其是有品德的人才是一级棒。当初关羽要离开去找刘备的时候，曹操百般的留他呢，而且还让关羽怎样，过五关斩六将啊，台语叫过五关斩六将啊，中文叫做过五关斩六将啊，他没有去追究。他没有去追究，所以他应该要出来再来了，对不对？过五关斩六将，不是啊？我知道你很想念关羽，但是可以不用一直出现，没关系啊。我是不介意你对了，你很疼关羽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他要去找大哥嘛，对不对？感谢 Just 的订阅。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哦，刘备嘛，桃园三结义嘛，曹操嘛，对不对？过五关斩六将不追究，放走他。所以在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关羽就欠了曹操这个情啊。所以为什么曹操那时候没死掉？就是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关羽放走了曹操啊，讲义气啊，义气啊。我不知道什么叫义义啊，我只知道什么义气啊。哦，这个故事我顺便跟各位提及一下。当初孔明有没有？哎，孔明，哎，对，孔明，孔明已经神预测了，孔明神预测哦，他知道，哎呀，这个夜观星象啊，曹操命不该绝啊，哦，所以他就借由了这个机会，哦，让关羽去守最后的那道关卡，所以啊，所以对，所以
所以关羽才会被曹操放走，是这样的。孔明都已经神预测了，而且那时候已经有写了军令状要砍哦，要砍关羽的头喽。多少人阻挡啊？不然关羽就 say goodbye 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写军令状了，假如没有斩曹操的话，放走曹操，砍头呢？你看关羽为了讲义气，连头都送上去呢。这种讲义气没几个啦，没几个啦，没几个啦。对对对，故事有一个典故，有个典故，有个典故。一个一个来，我一个一个一个讲，一个一个讲，哎。所以刘备在那时候救了关羽，为什么？他就跟诸葛亮求情。妈，不是，这故事一定要从我讲完吗？我可不可以直接跳过去啊？那个时候刘备有去替关羽求情，对，毕竟跟了那么多年了。他们当初桃园三结义讲了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死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如果你把关羽斩了，啊，你就是要斩我就对了，哈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刘备也是很讲义气的，关二哥，哦，关二哥，哎，对，哦，该是你的时候了，好，哦，不是。哎，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，你来太多次了吧，大哥？你来太多次了吧，大哥？你妈妈很凶，不是，我这样没有故事哎，我就跳到那个地方就没了。好啦，我这样我帮他刘备帮他做个 ending 啊。刘备当初有没有哈？因为关羽败走麦城，然后关羽 GG 了 ，game over 了。他为了帮关羽报仇。就去打那个孙权他们，哎，但是被火烧啊，80万还是50万大军的，对，然后病了，在博地城就 GG 了，哦，刘备就 GG 了，对，没有替关羽报到仇，很可惜啊，那你应该不会再出来吧？你都已经 GG 了，哦，那我们就可以把故事回到刚才那个部分，不是。你他奶奶的，你都 GG 了，你还是出来干什么？我这不是你已经败走，不是你就已经在博地城 GG 了，你还出来干什么？唉，啊，你都已经在博地城 GG 了，你还出来干什么？是飘过来吗？还是啊，大哥？咱们三兄弟啊，刘关张都来了，缺你不可啊，二哥，缺你不可啊。这个顺便再讲到曹操这一个故事，就是那时候关羽对不对？被杀的时候对不对？孙权他们还派人有没有把关羽的仇送去给曹操，要嫁祸给曹操？哎，曹操一看到关羽的头，吓到。整个哇，那种震撼感，你可以想象到，他这么疼的一个武将，虽然说最后没有在他麾下，但是送了一个头过来，你妈的，孙权你在干啊？曹操这样一病啊，头痛啊，后来GG了，后来曹操也GG了，曹操你GG了，你的灵魂应该不会再出现吧？你应该不会再出现吧？你应该不会再出现吧？啊？你应该不会再出现吧？提到孙权的部分哦，这个大乔与小乔就是孙权与那个周瑜他们两个的，哎，对，哎，另一半，哎，尬爷，好，林默了，林默了，哎，哦，大乔与小乔，对对对对，就两个正妹了，对，我不想再提了，对对，我不想提，因为那跟我要讲的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回归吧。桃园三结义，缺你不可啊！二姐要叫二姐是不是？你姓转要叫二姐是不
你来那个孙权，你来做啥、啊？关你屁事啊！关你屁事啊！啊！关你孙权的个屁事啊！我们要讲你的故事啊！你把关羽宰了，他妈你来干什么？什么？啊！这故事要回到现代了，就是有一个叫做平民百姓的人，他是一个实况主，然后他在一个晚上抽了很多卡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因为他最喜欢关羽讲义气、哦、他最喜欢的，对，那他说了，如果他没抽到关羽，他是不打地狱的哦。啊 Terry You know 或许你觉得我不打地狱没什么啦，对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线上哦，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现在线上哦，线上哦，有这个哈35700位观众跟67600位的观众哦在看哦。哎，我要是他年龄的抽不到这个几率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懂的，你懂的，你这次没中没关系，我下次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再调整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次没中没关系。对对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已经说了。对对，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位观众在看哦，你可能要考虑一下。耶，差点按错。好、哦，这周地狱不打，下周打是不是？哎，刘备加倍是怎样？是啊，不是刘关张加倍啊？不是关羽跟那个张飞，不是张飞跟曹操嘛？还有谁啊？忘记了。来吧，刘备啊，你来干啥嘛？加倍无感。你要我从我口中说加倍有感，你就要让我抽到，我才会有感。一单还不够吗？一单还不够吗？话说司马懿就是孔明的啊，死对头啊，对，既生亮何生疑啊，啊，不是周瑜哦，是好，好像不是拿来这边用哦。有没有听过死孔明下走活仲达的故事呢？啊，孔明死了还能吓死司马懿，所以你可以滚了，你被我吓跑了，好不好？吓跑了，好不好？我要的是关羽，故事越讲越远了，请回到原本的好吗？请回到原本的嘛。不要给我大哥哦，不要给我大哥哦。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到永远。我不做大哥，关你哦、欸！我若无叫孔明，我甲你惊死，你真想蛤蟆你哦？啊！我恁老师较好嘞，我抽一半去啊！啊！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底下撸撸来就对了啦。他、啊、这边逼什么逼？关关关关关！前几天也是看到一个不错的魔法，我在这边跟各位教学一下。要喊咒语，相信我，要喊咒语，然后还要比手势，有没有看结印？注意看喽、哦，很舒压的一个结印哦。注意看喽，蛤蟆哩贝哩哄，蛤蟆哩贝哩哄，蛤蟆哩贝哩哄，有没有觉得很舒服？啊，舒压的手势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密麻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把舒压的咒语加上手势加上去之后，啊，就没有啊，就终止啊。对啊，他就是中指加 OK 啊，对，输压的手势摆好之后，有没有用中指抽，知道吗？中指抽 ，OK， 对啊，好 ，Mary Mary Home， 好 ，Mary Mary Home，
换左手，换左手。好，马里梅里哄。好，换左手抽哈，左中哈，左中堂哈。哦，一定抽到袂爽啊哈。咩？来，干得好啊！干得好啊！抱歉了各位，我明天可能没办法打地狱给各位看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愿意的。我真的不愿意，我真的没有哭。留下的不是泪，那只是用心过手中伤的汗水。我今天的目的我跟你讲啦，我就是证明他加倍无感啦，哇，一口气他妈吞不下去，我们就不打地狱啦，怎样啊，就是这样。我真的没有哭。哎，关羽跟吕布被拿掉了，不是说今天加倍吗？关羽呀，关羽呀，关羽呀！对不起，我刚说我刚刚那句话。对不起，这个我们讲错话就要认，哎，对不对？讲义气之外，我们有胸膛，我们有肩膀。说错话马上收回去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了，真的对不起。他是加倍有感的，他是有感的，有感有感，感啊，有感，有下咒语了。哦 ，OK 了啊，林老师23抽呀。哦，那大家明天地狱准时开台哈。哦。因为你加倍无感就做袂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讲真的，没抽到我就不打了呢，啊，我就不打了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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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O。